有信心要保持你们的王位吗？放马过来，你们追不上我。挑战大魔王开始了。我的最大的对手还是小彩。就是我希望能守住这个金牌，最后为火箭再争个光。哇哇哇哇！怎么回事？不要同意说。十环。哎呦，这么强啊！我过来就是拿冠军的。方程，加油！我们肯定是第一。